今天我们要先去一趟 Whole Foods，然后你看要干什么？要还这个奶瓶，因为他们是这种 fresh daily fresh 的嘛。然后我们每一次喝完以后要把这个玻璃罐给还回去。他还回去有$2的 cashback，对吧？走吧。出门。今天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开我的车了，明天我就要把它给 drop 到 dealer 那边去卖掉了，因为我们要 moving 了嘛，所以说就觉得两台车没有任何必要，而且我这台车它主要是在雪天开比较好。再看一下它，给它留一个念。去完 Whole Foods，感觉 Whole Foods 的价格真的比 Costco 多好多。比如说那个鸡蛋简直了，在 Costco 卖就是5.99块两打吧，它这边就只能买一打。我们现在准备先回个家，然后下午去逛一下家具店。可以，挺舒服的。我超想买这个，这么喜欢的东西，是不是还不错？我的梦想茶几，它是那个 engineered wood，849，849。的那一个杯子，我们家同款的杯子，怎么没有了呢？挺热的，不过天气还是挺好的，羽绒服是穿不上了。我们中午准备吃一个饭吧，现在 K 哥想吃 burger，想了好久了，满足他的愿望，我就回去煮一个螺蛳粉吃。其实螺蛳粉我也想了一整周了。哇，人多吗？人很多。然后他这个 fries 刚刚给我 fry 出来的，真的哦，好烫啊，好烫，很烫，小心小心。哦，我可以吃一根吗？可以，小心啊。嗯。OK，那你帮我把这包子，好香啊！哦天哪，哦，我有点 change my mind 了，算了，我还是回去吃螺蛳粉吧，我不能叛变。嗯。哦。一楼。这是我最爱的螺蛳。
我每天吃饭对着这扇大窗，有时候下雪的时候可以欣赏雪景。